将于113年1月13日举行。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为全面防治赌盘介入选举，影响选举公平性，各单位全力投入查缉赌博工作，针对可能经营赌盘之赌博网站、六合彩主轴等，加强扫荡作为，以净化选前治安。本局刑警大队运用大数据资料分析，搜证掌握北部地区2处机房，以公司名义招募相关技术人员，开发博弈网站及经营博弈客网机房，另一提供第三方支付业务，提供赌客出入金及代收代付线上娱乐城赌金等包网一条龙服务，从中赚取手续费及佣金。此外，该公司亦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掩饰犯罪所得之行窃行为，新查被害人约数百名，累计财损约新台币数百万元。全案经报请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会侦办，与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队特侦队大安分局及本局第1、2、4、6丰原分局保安大队特勤中队共组专案小组，于昨日动员百余名警力，针对该公司设置于北部地区之商办大楼及其他地点同步执行搜索，共查获犯嫌35名，查获手机44只、电脑12台、笔电23台、新台币7万余元、员工交战手册、存折等赃证物。为维护选举公平与安全，警方已投入相当警力执行维安及查查工作，绝不容许暴力及赌盘或其他非法手段干涉投票，企图影响选举形势。在选举前夕，仍将持续收报查查贿选、暴力介入选举及赌盘等案件，落实各项搜证查处作为。也警告不法之徒，切勿以身试法，因小失大。同时呼吁民众，如发现不法，立即向警方检举，共同维护本次选举在公平顺利下完成。